其实是配合我们京城80号2的一个造型，因为里面我都是旗袍的造型嘛。那今天就是代表这个剧组，然后一起走红毯，所以就希望延续戏里面的感觉呀、啊。但是大拖尾好像有点危险，会不会怕踩到球？有，刚好跟杨永宁交代了，随时注意我的尾巴，不要让别人踩到，这样要小心一点。刚刚也看到你们那个披头戴面，就是说把这个电影节其实就当做一个你们之间的大 party 的，就是相遇啊。对啊，因为每次这种重大的一些节，就可以遇到很多重大的典礼就可以遇到很多的好朋友，然后可能很久没有见面的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多聊聊天。那结束之后会不会约一下？对，海宵夜一下。对啊，看几点结束吧，应该就是大家可以有个时间聚一聚。